嘿嘿，软妹卡池来啦！啊，废话少说，Let's go！哎呀，上一次抽了卡之后就没有再去电票了呀，来看一下多少抽出吧。哎，第一个十连就出了一个新的血衣，不错。第二个十连呢？第二个十连并没有什么东西。保底四星是个光锥，第三个十连，第三发十连能不能？对不起，还是没有出金，出了三月七，三月七早就已经满了呀，来点血衣也好啊。第四个十连还是没有出金，出了个停云。第五个十连呢？第五个十连还是没有。哦吼，看来第一次的这个出金应该是要吃保底了呀。又是一个停云，不会等我抽到，不会出金的时候才只有一个血衣吧？不会吧？有点麻了，还是没有出金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已经70抽下去了呀，有一种即将触发保底还要歪的不祥的预感。来看一下这里的这个金，出的是谁呀？童鞋，童鞋，一定是那个限定的五星童鞋吧？哦，停云，一定会蹦出一个限定的五星童鞋图标，软妹，nice。那第一个软妹是没有歪的啊，70抽成功的拿到。呵呵，接下来的话再来看一下，下一个软妹什么时候到账呢？好，那我们浅浅的克服困难一下，继续啊，来看一下第二个软妹，看一下软妹的一星魂什么时候到。第一个十连没有出，但是出了血衣的一星魂。第二个十连能不能提前出个金？第二个也没有，出的又是三月七。第三个十连还是没有提前出金，血衣的二星魂。第四个十连，第四个十连也没有啊，出的还是停云。第五个十连啊，也没有出金，又是三月七，没办法了。好，那么刚才已经抽了50抽啊，现在是第六发十连，看一看。第六发十连还是没有金，第七发已经马上要到快要保底的时候了呀，第七发也没有，第八发，第七发出的还是三月七，第八个十连，哦，现在就希望这个保底不要歪呀，希望保底出的还是软妹，出的是一星魂。来，软妹，哎呀，哎呀，白鹿啊，软妹歪了，
哎呀，这个有点绷不住了呀，七八十抽出，然后还歪了一下白鹿，这难受啊，难受，非常的痛苦。好，那现在再来看一下，能不能提前出吧？只能说，继续，第一个十连，没有出血衣，而且我抽到这个时候，其实血衣好像才二星魂还是三星魂啊，血衣也没怎么抽出来，这就很难受了。能不能提前出金？好，又是一个血衣，能不能提前出金？不能。唯有沉默，这下确实是唯有沉默了，还是没有，又是三月七。嗯，打扰了，甚至还没有出现。这可如何是好呢？下面就开始单抽吧，已经没有钱守护软没了。哎，这里单抽金，单抽金，这是软没的一星魂呐、啊。那接下来软没的专武还能不能拿到，就取决于接下来活动拿的星球，还有取决于之后签到的那个送的票能不能让我抽到专武了呀？祈祷一下，希望能出吧。好了，那现在软妹的这个一星魂的抽卡抽完了。